离开了敦煌市区，汽车在公路上飞驰，眼前的景色渐渐变得荒凉起来。这时有队员发现手机信号快没了，要在7天后再报平安。前方路途艰险，有些队员不免有些伤感，仿佛有些生离死别的感觉。关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，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，通过玉门关这座海关，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物品源源不断输向西方各国，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。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，人喊马嘶，商队络绎，使者往来，一派繁荣景象。此处汉长城的结构并无砖石，因地制宜，使用了红柳、芦苇、罗布麻、胡杨树等植物枝条为结构，分层铺土夯实而成。九号车因下午气温太高，节温器卡死，造成了水管破裂。等把车修好，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喝的矿泉水全部倒进了汽车水箱。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将没有水喝了。下午6点多钟，我们到达了营地。考虑到夜里起风，营房选址在一座小山丘的南面，想利用它来隔风。由于今年的雨水好，这让干枯许久的湖底长出了许多植物。失败了。午餐还是老样子，不同之处有人把嘴整破了。因为称为馕的面饼实在太硬了，硬到可以当石头打狗。他们不知道这饼见水就融。离开甜水浸，经过一段像河床般的盐碱地，长着一种叫做罗布麻的植物，这是罗布泊特有的植物，是一种极好的药材，听说有降血压、降血脂、治心血管疾病的功能。说来也怪，贫瘠的土壤里长出的产品能专治富贵病。这天是九号车队员最苦的日子，车在沙子里面陷进了无数次，推车已整得4名队员精疲力尽，最后只好叫8号车在前面拉，多名队员在后面推，就这样一点一点向前走。还有更倒霉的要算是3号车，前驱卡死了，这地方单靠后驱是不可能离开这一片沙漠，我们也只好暂时留下这3号车和司机。1、2、3，好了，过来，要来了，哎，准备前步。车子在这儿。
今天是杀鸡宰羊的日子，队员们到很远的干湖底才拔出些树根，点起了篝火，津津有味地吃着手抓羊肉。队员们美美地睡了一觉，开始起床了。但大家后来才知道，昨晚回头的车没能把三号车拖出来，最后是出动了给养的大车去救他们。凌晨五点，他们又冷又困，才回到营地。晚饭没吃上，倒头就睡了。上午，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彭加木的纪念碑前，怀念这位为我国科学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。在这里，罗布泊气候异常干旱，自然条件极为严酷，是真正的无人区。近百年，由于多条流入罗布泊的河水断流，使得5400平方公里的罗布泊荒漠化、沙化，生命仿佛在这儿戛然而止。难道这就是马可·波罗从威尼斯来到古东方经过的地方吗？当年丝绸路上的驼铃、楼兰城的歌舞，都到哪儿去了？忽然有人惊奇地叫了起来，说他见到有7-8峰野骆驼。向导老彭告诉大家说，这些家伙能在90公里以外听到汽车的声音。野骆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在罗布泊地区仅存约400多峰。由于白天行程过于放松，所以我们今天宿营的时间眼看推迟许多，于是大家抓紧时间赶路。经过努力，终于我们到达了预定地点。在无法识别方向的夜里，我们没有走错路，也真是万幸。早餐后，全体人员进入了沙漠大峡谷，我们看到了大自然在这儿建造了一座极为奇妙的艺术博物馆。这梦幻般的世界消耗了队员们不少的胶卷，却永远也无法装走那奇妙斑斓的色彩。今年罗布泊来了几场百年罕见的降雨，在低洼处，队员们居然发现一些破土而出的小草。在如此严酷的自然条件下，生命再次展现了顽强。回程路上，前方指挥车不停使用卫星定位仪辨别方向，领队提醒并要求所有车辆紧跟。由于峡谷地形复杂，担心有车辆走失方向，可是还有3辆车没有跟上。原来他们偏西跑了约5公里，好在能及时发现纠正，这也成了当天大家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今天我们穿越的是岩峭地段，抬头远望，就像走进了无际的冰雪天地。罗布泊湖心蕴藏世界最丰富的假岩，也用最瑰丽的方式欢迎远方的客人。车队这段行驶路段平均时速每小时只能走几公里，最慢时才有3公里。
倒霉的九号车钢板给颠断了，大家这时才发现这些土块居然比石头还硬。许多队员发现走路比坐车还舒服，便纷纷徒步前行。岩峭地下午的气温在39度，水分蒸发极大，加油，走路时不出汗，但就是不停的口渴，手中的水一下子就喝完了。个别队员出现了脱水，大家这才真正体会到罗布泊的险恶。迎着朝霞，队员们围在这次活动的纪念碑前合影留念。有人感慨地说，今生可能没有机会再亲眼看到这块碑了，不过从此相信他们心里却有了一块永远的碑。当年亲自找于春顺并亲手掩埋他的彭大侠此时就在我们身边。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温下缺水，再一个加上他自己迷失了方向。按国际探险的通常做法，于纯顺的遗体就埋在遇难处。这位有着当代徐霞客之称的探险家花了8年时间行程8万多里，第一个徒步征服了世界第三极。他是中国历史上徒步行程最长的探险家。龙城雅丹，这里是行程中的第二个雅丹地貌。傍晚，车队在四周长满红柳的干地安营扎寨。这也是罗布泊穿越的最后一夜，队员们这时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。他们盼望能与亲人通上电话，可是又放不下与罗布泊相伴的日子。一早，车队在四周大山围成的盆地中转了起来。那里是黑山口，车队暂时迷了路，大家只好停下，派出2台不同方向的探路车。果然，1个多小时后，车队终于走出了黑山口，在距离吐鲁番约150公里的地方，天黑了。队员们个个拿出手机，等待有信号时刻的到来。接着对话筒喊道，我已出来了。有人这时哭了起来。后来大家才知道，有几位队友出门时只跟家人说去新疆旅游，可没说明这次是来穿越罗布泊。